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健康传播协会的高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在北大新思堂带来这样一场网络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信息瘟疫与健康传播。那么相信点进这场主题讲座的你呢，很多都是冲着前面这个颇有一些学术趣味的词点进来的。信息瘟疫对于健康传播呢，了解甚少。那么今天这场网络讲座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词为大家解读什么是信息的瘟疫，那么什么又是健康传播，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科，我们如何用健康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视角来解读这场新冠疫情，以及如何去应对信息的瘟疫。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主要的内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这场新冠疫情下我们经历的什么。从2019年的冬天开始，我们去对抗现实中新冠疫情的同时，也在网络上对抗了一场信息的瘟疫，或者去被征服，或者是控制它。一开始我们苦于如何让父母戴上口罩，我们炮制中老年的表情包，学着那些平时让我们头痛的语风，将我们的关心包装成神佛的旨意。我们紧闭房门，看着武汉医院人满为患的走廊，歇斯底里的医生，尸位素餐的某些工作人员，冲锋一线的医护和记者。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却在社交媒体上调动着我们焦虑、恐惧、愤怒、悲哀与善良。在这场新冠疫情中，网络赋予了我们很多角色。我们是云监工的网络包工头，是求助信息的接力者，是志愿者、研究者、亲历者。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在这场疫情中觉醒的公民身份。那么客套是客套完了，煽情也煽情完了，但是还是要说，我们上套了，我们是否上了信息瘟疫的套呢？谁在微博上没看过几个谣言呢？你们未检查过肺功能憋过气吗？你们怀疑过新冠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泄露，或者是别国的投毒吗？你为你爹爹跟你说适量饮酒能够抵抗新冠病毒头秃过吗？你看着那些深夜出门排队购买双黄连的爷爷奶奶们捶胸顿足吗？你是否也是睁眼新浪微博，闭眼辗转反侧，拿起手机流泪，放下手机颓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忧国忧民，无限恐慌。你在家里隔离躲过了新冠病毒，但是还是没有逃离网络空间，特别是社交媒体这个瘟疫场。而你们的喜怒哀乐、揶揄笑骂，都被我们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看在眼里，这就是我们传播学。尤其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就叫做健康传播。那么，作为今天的这个主治医师，为大家用健康传播的视角去问诊这场信息瘟疫。那么说来说去呢，这场网络讲座呢，主要包含着四个部分。首先，第一个，为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信息瘟疫。第二个部分，那什么又是我们刚刚说的健康传播呢？它在研究什么？它又为我们能够带来什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健康传播这种思维去解读疫情与信息瘟疫。因为网络直播的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从头到尾的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以及前沿话题，我们只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种我们思考的思路，以去帮助大家去思考这些疫情中的一些现象，以及为大家今后在面临健康话题时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那么在最后，除却这场新冠疫情，我们在健康生活中健康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健康传播呢，也是处处可见。在最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日常中生活中的健康传播。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什么是信息瘟疫？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了解四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信息瘟疫的定义是什么，是由谁来提出的？信息瘟疫指的是什么东西？那么既然说是信息瘟疫，那么它传播的一个温室或者说它的载体是什么呢？那么很显而易见的是，社交媒体成为了这场信息瘟疫的主要一个传播的场所，也是它的载体。那么说了，没有社交媒体，信息瘟疫就不会发生吗？对比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可以说那时候没有这场信息瘟疫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社交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那么信息瘟疫就不会产生吗？那么最后，
回到2020年，我们来为大家回顾这场新冠疫情中喜新闻的一些要点。那首先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新新瘟疫。新新瘟疫这个词儿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们现在世卫正在闹心全球大流行的谭德赛先生。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段他的讲话。It's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ich direction this epidemic will take.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levels of rumor and misinformation that are hampering the response.一段非常简短的讲话呢，大家可能从中捕捉了几个关键词，包括 rumors、misinformation、流言和不正确的信息。那么这两个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信息瘟疫的主要的构成体。大家可以看到，信息瘟疫的这个英文名字 infodemic。那么从这个词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词源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和我们这次呢新冠这个流行病。Epidemic 这两个词合成形成了我们这所谓的信息瘟疫。那么信息瘟疫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引用一下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它的刊文指出的一些报道。那么他说呢，新冠疫情病毒这场是一个社交媒体真正的信息瘟疫，那么正以前所未有的一种速度在全世界传播真假信息，助长了这种恐慌和希望。那么所谓的信息瘟疫或者说信息疫情呢，指的是网上有过多真假不一的各种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正确的指引，而反而呢可能被这场虚假的信息所误导。那我们来进一步来了解一下，那么在其实信息瘟疫呢并不是一个新词，它在 SARS 病毒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发明者呢是美国一个智库的一个公司的 CEO， 他叫大卫罗斯科夫。他指出呢， SARS 的故事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而第二种流行病呢基本不被媒体所注意，但其实影响却大于疾病的本身。这是因为造成 SARS 的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在中国区域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危机，而转变成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蜕变的，不是病毒本身，不是传染病本身，而是一场信息的流行病，也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瘟疫。那他所说的信息瘟疫、信息流行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的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那么从这两个解读之中可以看出呢，信息瘟疫并不是这场新冠疫情中的新词，但是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有什么特殊性呢？那就是社交媒体。那么从罗斯科夫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信息流行病或者是说信息瘟疫是由主流媒体、专业媒体以及互联网网站和一些非正式媒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不能片面的将这场信息瘟疫理解成只是那些不具有我们所说的这些传播资格的，像一些草根公众号啊，或者是商业媒体号啊，他们所发布一些错误信息造成的。而罗斯科夫所说的当时的非正式媒体呢，和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区别。他当时所说的非正式媒体呢，像包括无线电话、短信、传呼机、传真啊，还有一些电子邮件，他们和正式媒体说当时的主流媒体像报刊啊、电视啊等等，他们一起都传递了事实、谣言，以及给予了这种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的机会。那么事情从2003年到了2020年，其实这个传播景象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说社交媒体作用日益凸显。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我们传播、获取和验证以及厘清真假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呢，就是我们2020年经历的这场信息瘟疫的一个特殊点。那么可以说呢，这场信息瘟疫呢，它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交媒体。可以看出，我们社交媒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场瘟疫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获取信息。其实大家在生活中都有体验，
我们基本上获取新冠疫情的一些动态啊，或者是说我们来去看一些最新的进展，都是通过新浪微博来进行的。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呢，我们来可以获知一些像什么，湖北地区又确诊了多少病例，或者是说呢，像财新啊、三联啊，他们第一时间呢都会在微博上去更新自己媒体这种最新的报道进展。我们可以在上面阅读一些主流报道，以及获知一些民间的求助信息。那么另外呢，微信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播的载体。那我们在微信上，其实最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丁香园他们推出的一个疫情地图。在当时呢，可能大家都每天都点进去看一下，看自己的地区是不是白了呀，或者是不是更红了呀。从这样一个看呢，社交媒体为我们获知信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便捷迅速的一个渠道。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社交媒体呢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情感宣泄与行动这样一个场所。那么从为什么说情感宣泄很重要，其实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情绪的内容是无处不在的。所以第一个，从当时国家宣布这场疫情是存在人传人现象的呢，那么社交媒体其实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来宣泄我们心中这种恐慌的一个场所。那么在红十字会配送物资不及时，以及包括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时候，微博呢也就成为了我们一个宣泄愤怒以及承载我们悲哀的这样的一个媒体。那么除去这些消极的这些情感呢，像我们在微博上还会看到一些我们居家的轶事啊，像什么在家里舞龙啊，或者是跳舞啊、舞剑啊，以及像我们一些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了捐款捐物这种幽默与善良的一种积极的情绪，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承载着的。那么除了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我们获取信息，那么社交媒体呢其实也是一个促进一场行动的一个特别的场所。那么从小叉车，从我们当时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到这场网络监控的行动，以及我们在疫情中可能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推出了一个江山娇与洪七曼这样的一个虚拟的网络偶像的这样一个事件，大家可以看出来，以及包括我们所开设的这种新冠疫情求助的这种超话，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各种志愿者团队，大家可以看出来，社交媒体其实是除了宣泄情感、获取信息呢，还有一种这种连接行动的功能。那么，既然是连接行动，那么就存在着一种舆情这种倒逼的这种机制。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书写的这种恐慌、愤怒和悲哀，都通过着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场域呢，从这种公共的舆情上升到这种一种政治的，或者说我们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像李文亮事件，如果说我们没有了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种宣泄呢，那么它就不足以成为一种舆情啊。现在我们进入了这种监察机构的这种调查，可能缺失了，如果说缺失了社交媒体的这样一种职能呢，这种事件是可能是很少见的。那么除了上面三种这种我们所说的社交媒体的功能呢，那么还有的就是它传递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像一些虚假的信息与阴谋论。像这场新冠疫情之中呢，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由于传递的一些中国相关的一些医药的信息啊，像当时美国的药店呢出现了这种板蓝根脱销的这种情形。那么其中呢，除了这种虚假信息，也包含了一些种族主义的这种情感开始传播。像我们最近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啊，特朗普开始在 Twitter 上开始执政，发布了连续两条发布了，还有这种 Chinese virus， 就是说将这种病毒赋予了一些种族的国家的这种特质在上面，这其实是一种污名化的现象，也是说种族主义的一种倾向也在社交媒体上轻易的连接了起来。那么他这种发布呢，可以说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弊端。那么我们说社交媒体在这场信息瘟疫中发挥了一个载体和一个可以说是陪衬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非典时期，我们 回想一下2003年当时的这样一个媒体环境，社交媒体还没有那么的发达，那么是不是在非典时期信息瘟疫就不会产生呢？没有我们所说的这场所谓的信息的流行病呢？其实也不然。让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非典时期是否是有这场信息瘟疫呢？非典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在2002年年末。那么早在2001年末呢，非典就已经初露了端倪。在11月16号，广东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收治了一名奇怪的肺炎患者，高热、咳嗽、胸闷、血象不高，X 光胸片都显示着一些高密度阴影。但是呢，佛山市医院呢也请来了一些广州市的专家前来会诊。后来呢，该患者被认为是广东省首例非典型肺炎的病例。那么从2002年到11月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2003年2月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非典疫情，前后我们可以看出来间隔了三个月之久。那么对于一种疫病来说，三个月的时间其实足以使它蔓延开来，造成这种严重的危害。那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当时作为我们这种社会瞭望者的大众传媒又做了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大众传媒呢，它是当时是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这个部分。客观的来说，在非典的早期呢，大众传媒的表现其实是非常薄弱的。那么以广东省为例，在春节之前，也就是1月上旬呢，关于这种不明疾病的报道仅有两篇，它是由南方都市报和新快报来发出的。这两家媒体呢，其实都是属于都市报的范畴，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像人民日报啊这种机关党报。那么在市场这种都市报呢，在经营理念上比较倾向于遵循市场规则，在报道内容上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比较注重事件的这种新闻价值。从宣传的角度来说，这类媒体呢一般属于二线的媒体，而作为像南方日报啊、广州日报这样的机关党报，这种一线媒体呢，在非典早期呢却是缄口不言，没有相关的报道。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在春节之前，这种有关不明原因的疾病发展事态是不足以引起一线媒体关注呢？因此没有进入到我们所说的一种一线媒体的报道视野呢？那么假如说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一线媒体的失语就是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像在1月23号广东省卫生厅接连两次委派了专家小组前往现场进行调查，那么发布了这种关于中山省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通报了省内发现了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病例。那么在大年初三呢，广东省中21个地市中已经有13个通报了病例，以及一些死亡的病例也产生了。那么除了河源市呢报道了这种不明原因疾病有两则报道之外，其他地市呢没有任何的报道，这确实是令我们感到了非常的奇怪。那么在非典时期呢，广东省的这种大众传媒集体失语现象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缓解的呢？是从2月11号广东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相继召开新闻发布会，才开始有一线的传媒参与到这场非典的报道之中。也就是说从官方的行动开始下场之后，一线的传媒才开始有动作。那么进入到三月呢，其实非典的蔓延就已经越过了什么广东边界，向北方开始延伸。而第一个首当其冲呢，就是三月北京。北京呢，在3月1号报告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这个患者是一名姓于的女性患者。那么在3月6号呢，解放军302医院也向当地北京市丰台区的疾控通报了收治了4例非典病人的这种疫情通报，并逐级上报了北京市市政府。而关于北京非典最早的报道呢，却是在三周之后的3月26号。而这则新华社的报道呢，也只是以这种事后总结的口吻去称北京市的输入性的非典型肺炎得到了有效控制，似乎这种危险已经过去。而直到3月31号北京青年报才率先刊登了纱布口罩连日脱下的这个文章，对北京的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进行了这种即时性的描述。
那么此时呢，大家可以发现，距离北京呢发现首例非典型的病炎的患者呢，已经整整一个月之久。那么由于大众传媒这种报道的滞后呢，导致民众对于正在迅速扩大的这种危险呢，缺乏足够的信息，也缺乏足够的认知。那么根据当时的一个零点调查公司发布一个报告呢，他们在4月5号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18到60岁的居民进行了一场电话调查。那么显示呢，北京地区不知道非典的这个病情的人占到了 24.8%， 而广州呢，由于疫情发生的比较早，仅有 3.8% 的居民是不知道的，而上海呢，这个比例达到了 15.4%。那么在非典早期呢，由于政府信息发布和主流媒体信息发布呢比较匮乏，那么就为小道消息和流言的盛行呢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据像在北京、上海等五个城市同时进行的一场民意调查呢，从五个城市的调查可以看出，从主流媒体获知非典信息之前，约有 40.9% 的居民呢就已经通过了其他途径知道了非典的这件事，并且呢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呢广州只占比达到 58.2%， 那么道听其中呢道听途说这种途径占到了 56.7%， 其次呢是电话和网络。那么流言也开始产生了，像湘鄂地区当时流行比较广的一个有流言就是哑巴说话。那么这种流言呢一般都是说一个婴儿一出生就会说话，或者是一个多年没说话的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了，告诉大家如何去应对非典。那么给出来的建议呢也是相对非常简单，像什么放鞭炮啊、挂艾叶、喝绿豆汤。那么这种流言很快就向其他周边的省份开始扩散，那么中间呢可想而知又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这种流言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至少扩散到了14个省份。那么对比于非典来说，那么十几年后在2020年的今天，这种流言是否有缓解了呢？其实并没有。像大家随处可以见的这种流言的载体，不过从这种口耳相传，从电话短信变成了我们的微信群，变成了我们的社交媒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图上有一则像我们这次新冠疫情之中传的老母猪突然讲话了，说是根据今年的病情，大家也要煮九个鸡蛋来吃，就可以预防这次的新冠疫情。那么随后呢，这则留言被指责造谣，那么贵州这名造谣的女子也给予了相应的处罚。那么从这种留言呢当时的传播之广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数据来感受一下。那么一则有关于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手机短信呢，在当时是进行了一场迅速的传播。那么从春节之后第一个工作日2月8号开始呢，我们根据广州省的移动数据可以看出来，8号这则短信的流量呢达到了4000万条，那么9号4100万，10号呢更是达到了4500万，出现了这种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与此相似呢，在当属五月初湘鄂流行流言的这一段时候呢，据有官方的统计，当时呢电话流量也出现了一种异动，远远超出平常。那么总结起来呢，非典时期这种盛行移动的流言或者说谣言呢，无外乎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疫情本身的流言，也就是说主要包括像这样疾病的危险性、传染性啊、致死性等等啊，常常使用就是致死、致命、死亡等等，用来夸大和恐怖。像广东省早期呢，就非常流行这种什么打个照面就会死，上午传染上，下午就死啊。那医生呢也有大批大批的被传染。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关于物资供应的流言。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呢，往往使大家措手不及。再加上当时这种信息的缺乏，常常会在忙乱中产生这种种种不理性的行为。那么公众呢，出于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去集中的购买药物啊、基本的生活物品，以备这种不时之需。那么在当时呢，大家可以记得的可能是白兰根啊，或者是白醋，甚至大米、油盐啊这种抢购的风潮。那么其中呢，与此相对呢，就是有一些不法的商人趁机就是哄抬物价或者是制假售假。那么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在抢口罩这件事情上。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留言呢是关于预防措施的留言，像广东非典流行早期呢，有关于白醋杀毒啊板蓝根杀毒啊的留言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最终呢，引起了这种公众对于白醋和板蓝根的抢购。大家可以想想，当时2003年的时候，家里是否也在家里熏过醋呢？这种等等。那么如何去理解这种留言产生的原因呢？那么如何又去了解这种留言的危害呢？在我们传播学研究之中呢，有一个留言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的奥尔波特就提出了一个留言计算的一个公式。公式说呢 ，R 等于 IA， 其中 R 呢等于留言 ，I 代表重要性，而 A 代表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公式怎么如何解读呢？也就是说，当信息内容越不确定，而且信息内容越重要的时候，留言也就越强。但是说，如果说这些因素任何一个接近于零，那么留言呢就不可能产生。此后呢，其他的研究者呢又在奥尔波特这种原始的公式上加入了一个主观的因素，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就是 R 等于 I 乘以 A 又乘以 C 分之一。也就是说 ，C 代表着信息传播者的批判能力。比如说，批判能力越强，留言的传播就越困难。相反，如果是一个没有批判能力的信息传播者，那么留言呢就一定能够迅速的传播。那么回首一下，那么在这场非典的健康传播中，留言的盛行正是满足了上述诸多条件，而最主要因素呢，就是由于非典早期信息传播渠道不够通畅，而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外部环境这种不稳定性和信息的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而在非典的留言传播中呢，手机短信和网络呢又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那么与传统的这种主流媒体的大众传播和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相比呢，网络和手机短信呢既有快捷的优点呢，但是同时又有这种含混不清语言不详的那种缺点，而这种缺点无疑大大加深了这种事件在传播之中的暧昧性，从而进一步激起了这种传播的欲望。那么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之中，留言越传越烈，越传越盛，终于酿成了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和我们所说的失序。那么从非典时期的疫情信息传播，我们能够获知哪些教训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针对性的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对于留言的认知误区，对于新技术背景下留言传播的效能呢，缺乏足够的认识，他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公共话语负面表达形式的留言呢，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那么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对于宣传的认识误区，仍停留在这种新闻旧闻不闻的这种认识阶段，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公众获知这种信息的渠道这种多样性啊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知。那么对于这种危机事件的传播来说呢，其实对于大众媒体而言是一场与留言的赛跑，落后呢同样需要挨打。那么在这场新冠疫情之中的信息瘟疫又有哪些要点呢？可以说是随着疫情的扩散呢，这场信息瘟疫的范围也不断的扩大，进程呢也不断的更新。那么在3月11号 WHO 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定性为一种全球的大流行，那么自此呢，疫情从一种国内的冲刺变成了一场全球的马拉松。那么在这场全球的马拉松之中，信息的自由流动就尤关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东英吉利大学2月14号发布的一项研究中，专家们认为假新闻会令疾病的爆发更加的迅猛。那么这里所说的假新闻包括一些错误信息和在社交媒体上一种不正确的建议。那么东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分析这种错误信息的传播是如何影响疾病扩散时呢，说任何阻止人们分享假新闻的成功努力都可以挽救生命。那么研究者之一表示，那么错误信息呢就意味着错误的建议会很快的传播出去，并且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去冒更大的风险。那么在这场新冠疫情之中呢，我们就可以想到非常明显的就是购买双黄连这个行动。大家可以看出来下面有一幅图写的就是郑州一个女子呢因为步行外出去买双黄连而感染上了这场新冠肺炎。从这个新闻大家看出就是因为获知了双黄连可以预防新冠肺炎，从而导致了这个郑州的这名女性患者或者说她的家属呢
去外出购买，而不幸呢感染上了这个新冠的肺炎，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所以说呢，在这场信息瘟疫之中，如何去对抗虚假信息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么既然说抵抗虚假信息对于治理这场信息瘟疫有关的重要，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我们如何去正确的获知去解读健康信息，那么也是我们如何在这种公共卫生事件中自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将带着大家学习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健康传播。那么在健康传播这个板块呢，我们主要了解的是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健康传播，这是一个怎样的专业呢？那么第二个呢，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是由健康传播协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说我们北京大学的健康传播专业是如何建设的。那么第三个呢，回到这个专业主题框架里，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健康传播研究的框架体系是怎样的，以及它面临的一些哪些比较主要的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健康传播。那么顾名思义呢，大家可以从这四个字中简单的获知一些信息，健康传播，健康传播，那么反过来就是传播健康。那么这个目的性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用我们这种传播的研究呢，去改善，去促进大家健康水平。那么研究的是哪些内容呢？又是分哪些类型来进行研究的呢？我们可以从多个取向的概念去来了解健康传播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呢，我们从主题的取向开始了解。那么 Rogers 这个学者在1996年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凡是人类传播中涉及到健康的内容的，就是健康传播。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广泛。那么从功能取向，就是说健康传播能不能用来做什么呢？那么就是说也是 Rogers 在1994年提出的，它是将医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行为的改变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进而有效的提高社会或者说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来进行这样的行为，这个行为呢就是健康传播。那么从传播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传播学研究这个层次来说呢，健康传播也不外乎是通过自我的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样四个一个层次。那么借由这四个不同的层次呢，将健康相关的信息发散出去的一个行为。那么从情境取向，是由我们2008年是由张自立学者提出的，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以传递健康信息、普及健康知识为目的的这种一种社会的实践性的活动。那么从这样一种主题、功能、层次和情景，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健康传播是一个非常多元以及非常广泛，以及从功能上来说是非常贴近于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那么北京大学呢是如何建设健康传播这个专业呢？其实健康传播这个专业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专业，但是北京大学呢第一次将它开设到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下，这属于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首创。那么健康传播专业的建设是基于怎样一个背景？首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背景呢，就是在2016年10月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的行动纲要，将大健康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层次上。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由韩启德院士带领，那么北京大学呢也觉得面对行业以及社会国家这样一个对于健康传播人才的需求来说，从学界健康传播也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新闻与传播学院呢就与北京大学的校医学部进行了一场沟通，决定开设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传播的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向。那么这样一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培养这种既掌握医学知识又通晓传播规律的一样的复合型的人才。那么2017年呢是北京大学首次开招健康传播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那么在培养方式上，它与普通的新闻传播学生或者说医学生，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这个专业呢，是由传播学院和医学部来共同搭建的。那么由两个学院的老师共同进行授课，其实呢是双导师制。那么课堂教学呢与传播实践并行。那我们必修的专业课程呢，包括健康传播研究、前沿问题的研究，以及像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一些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等。可以看出来，就读于健康传播专业的学生呢，不仅是要学习新闻传播的一些相关理论，同时呢，也要辅修一些关于医学、关于公共卫生，这些关于医疗层次的一些内容。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交叉学科的方式，将新闻传播的经验与这种医学科研、临床公卫的实践相结合，那么在健康中国之中呢，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现在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北大的健康传播建设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首先第一个呢，在学术上就显示在学术会议上，在去年呢，我们召开了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或者是可以简写成 MHM2019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学术研讨会。那么本次研讨会呢，是在去年的基础上，也就是医疗人文与媒介这样一个多元进入的一个学术论坛之后，再次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那么第二个呢，从我们传播实践上呢，北京大学我们也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传播协会，以及开辟了 PKU 健康传播这样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去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在这个公众号上，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些栏目，像第一个就是 Who's Who， 这个栏目呢主要是邀请了一些与健康传播相关的一些学者，或者是我们 MHM 这样的一些参会人员，来分享一些他们与健康传播的一些故事或者说经验以及学术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校园传播课、校园健康课。那么校园健康课主要是针对于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健康议题，比如说去年我们关注了高血压，关注了这种疫苗这样等等一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健康主题，来为大家做了一些科普或者说一些推广。那么其次呢，在这场新冠疫情之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疫情相关的科普。我们为大家解释了这个瑞德西韦，或者是一些提供了一些了解健康信息的一些工具等等，都在我们这个健康传播这个公众号上有所显现。所以请大家观看到这的时候，可以拿起手机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那么对于健康传播来说呢，我们研究的一个框架体系是什么？主要是分为这三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生命周期的健康传播，它是由个体层次构成的。什么是贯穿一生的生命？贯穿一生的健康传播呢？首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像从生命开始的阶段，我们就开始了健康传播研究。我们研究分娩，研究不孕不育，我们研究这种分娩的修辞之后之下隐含的某些个人的文化呢，或者是政治的一些隐喻。那么进入到成人阶段呢，我们可能关心的就是个体如何去发育成长，如何去更好适应这个社会。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冒险的议题，像吸烟、饮酒和疾病。我们可能研究健康传播，去研究如何去控烟，如何改善这种酗酒的行为，然后如何去正确的看待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疾病呢是如何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这种传播的。那么进入到生命维系的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健康传播研究的这种框架就进入到一种像抑郁症的研究啊，或者是我们如何从传播的层面去理解衰老。那么到了生命终结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去研究死亡，或者说我们现在临终关怀等等，这是贯穿于整个我们人生命周期的一种研究，所以说是生命周期的健康传播，这种个体层次上的研究的框架。那么第二个呢，就进入到一种群体组织上的，比如说社会共享共建的这样一个研究的层次。那么在这个层次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组织，像医院、媒体和社区。那么除去这个呢，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大众的层面上，我们还面临着什么呢？是政府的健康传播。那么这个内容主要可能包括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或者说公共信息这种应急
公共信息发布的这种渠道或者是系统，或者说从国际的视角来说，我们参与全球健康治理这样的一个体系，都属于我们健康传播的研究的一个框架之内。所以从这个框架大家可以看出来，从这三方面，从个体到组织到政府以及整个的这种大众传媒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健康传播研究的这种踪迹。那么健康传播对应着哪些研究的具体领域呢？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列举了一些。首先第一个呢，在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比较广泛的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介与效果，那么就对应着大众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以及技巧。例如我们去分析国内的某档健康栏目，去研究新媒体与健康传播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组织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对应的呢是医院的公关形象以及媒介的这种形象。那么另一个层次呢，就是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这种人际的健康传播研究。其实以医患关系研究呢是一个全球共通的领域，但是我们非常发现在国内呢，其实医患冲突或者是医患矛盾其实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课题。因此呢，在中国的这种人际健康传播研究之中呢，是赋予我们一些独特的一些特点所在的。那么研究的具体的问题可能在于医生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是怎样的，更具体可能说男患者对应着女患者和女患者和女医生之间是否是有一些性别上的差异啊等等非常具体的领域。那么在内容上、策略上，这种信息不平衡是如何去看待的，以及如何看待我们这种新媒体时代，像媒体报道啊可能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医患冲突的事件，这种新媒体时代特有的医患矛盾的激化在健康传播领域是如何去研究的，也是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下一个层次呢，可能除去健康传播来说，我们可以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手段，我们如何参与到这种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之中，以及对应着我们可能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些宏观上的一个部分，对应的可能是卫生政策的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取向，像一些健康传播一些文化的内涵，像一些疾病的隐喻啊、污名化啊等等，这些都属于文化现象，以及我们探讨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健康传播的影响，以及一些特殊的议题，像比较突出的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有艾滋病啊、安乐死啊，以及这种 LGBT 的这种特殊人群，以及像器官移植啊等等，这些比较特殊的健康议题呢，也是属于我们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于健康传播史的研究，以及像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是我们一个危机事件、危机传播的一个研究，都属于我们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通过上面第二板块的一些介绍呢，想必大家已经对于健康传播是什么，这个学科在研究什么，在干些什么，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么如何运用健康传播的这种思路呢，去考察这场疫情信息以及应对这场疫情的瘟疫呢，是我们第三板块主要介绍的一些内容。在第三板块呢，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以刚才研究的这个框架去考察新冠疫情的这个疫情的传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给出了一些我们学科领域的一些建议，就是如何去提高个人应对健康信息的这种素养。我们在这里呢给出了一个媒体医生工具包，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识别、去分析这种健康的信息。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研究框架，可能刚刚讲完不久，它主要就是从三个层面，从个体的生命周期，到组织，从社会上这种医院、媒体与社会的共建，以及到政府这种宏观层面的保障体系与全球治理，这三个层面来进行的一个传播研究的一个框架。那么首先对于这种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的健康传播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这种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整个生命之中的这种生理现象，或者说疾病，是考察它是如何在这场疫情中去被建构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关注的可能更多的就是疾病和生理信息这种隐喻，比如说刚才我们所研究的一种文化层面的一个取向。
像这次疫情中比较突出的，大家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到的，就是一番有关月经羞耻的这样一个公共讨论。那么起因呢，就是由于这个疫情一线的这个女性工作者，穿着这个防护服时，有时不能使用卫生巾。那么众多网友呢，就组织向这种女性工作者呢捐赠一些生理期的用品。后续呢，央视报道也出现了有关月经的报道，但是呢，在采访一位女医生的时候，对比最初的版本的访谈，后续播出的这个版本，裁掉了医生说我在生理期这句话，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网友的这种不满。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在微博上开始讨论这种月经羞耻的问题。那么就和疾病的隐喻一样，月经这种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是历来就是被涂上这种隐喻的色彩。像正从这个命名来说，我们可能不称为月经，我们叫姨妈、叫例假、叫来事等等，有一些诸多的代称。那么从商业层面来看，在产品广告中呢，我们也使用这种量杯称的蓝色的液体。那么月经呢，在媒体之中一直是被各种符号来指代的。那么在传统社会而言，月经呢也一直是一种禁忌、羞耻甚至死亡等与这种负面意义相联系的。那么可以说，一个女性这种特殊的生理现象成为了一种这种极富社会性遗憾的一个表征。所以在这个层次下，月经是我们健康传播从个体层面在这次疫情中是值得关注和研究和讨论的。这是我们可以说是生命周期之内个体的一个健康传播现象的一个关注。那么从组织、从社会的这样层次，我们去如何进行健康传播的思考呢？主要关注的可以从我们上述提到的医院、媒体、社区这三个角色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医院的角色。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医院的角色可能是救死扶伤，或者是一个运转的一个组织系统。那么在这次新冠疫情之中呢，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医院的角色呢不仅是以这样一个救助者，我们在为医院转发这些求助资源的信息的同时，医院的角色呢被塑造成了这种被救助者。所以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这种医院角色的转换。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的这种角色与功能。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这种新闻播报的案例入手。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白岩松主持的新闻一加一，他是否是如何在这种疫情报道之中进行这种信息的传播，以及他是否发挥了一种舆论监督的功能，是否去倒逼了这种政策行动。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财新。那么财新呢，它是在这场疫情报道中是十分显眼的，它是如何在这场疫情报道中坚持它的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报道呢又存在着哪些优点和弊端。那么第三个呢，可能也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就是丁香园。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健康类的自媒体。那么丁香园在健康传播中又呈现着哪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呢？可能第一个对比来说，丁香园可能有比较专业的医生的这种专业资源的团队，就使得他在健康传播之中有了这种资源的优势。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种技术上的，就要率先推出了这种疫情地图的这种产品，使得大家能够以这种数据化的形式非常直面的去面对这种疫情的进程。那么对比来说，主流媒体在这场疫情的报道之中是否呈现一种健康信息传播素养不足的情况呢，也是存在的。那么显而易见呢，就是像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发布这种双方联动的信息呢，就是非常显著的没有经过这种信源的考察，或者是说没有经过编辑记者的这种分析，就率先把信息传播出来，没有考虑到这种社会后果的一种缺乏健康信息传播素养的这种行动。所以我们从这次疫情之中可以进行这种媒体角色与功能这种反思。那么在右侧呢，大家可以看到一幅图，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一个公众号。那么对应的呢是我们这期今年在研一的下半学期开设的一堂课，叫做健康传播案例研究。在这个公众号上呢会发布一些我们研究的最新的进展。那么近期呢，我们就进行了像财新、丁香园的以及新闻一加一的这种在疫情报道之中的表现的这种研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呢进行一些分享或者是表达一些自己的见解。那么从第三个层次呢就进入到一种宏观的体系，那就是对应的是政府的健康传播。那么政府的健康传播呢像我们 PKU 健康传播进行了一些科普，例如就是全球健康治理这个体系。那么这次疫情之中呢，我们就从世卫角度，为世卫组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入手，解答了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国武汉疫情构成了这种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在这里呢，由于时间原因也不为大家详细展开，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公号，然后详细的去阅读一下。那么除了这个全球健康卫生治理呢，从这次的疫情之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像公共卫生应急信息发布这个体系它是如何运作的，从县级市级然后逐层上报到省级到国家级，这种流行病这种传染病的上报体系以及发布的体系呢，我们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是否能够给出一些改善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取向。那么以上三个呢就是我们健康传播框架之下对于这次疫情分析的一些案例的呈现。那么这些案例呢其实都是我基于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可能是非常不全面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健康传播的内容，从而呢提出自己的这种理解的思维和这种角度。那么最后我们回归到信息瘟疫，回归到我们个人去如何做。因为从我们刚才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治理这场信息瘟疫呢并不是一件易事，它是需要多管齐下的。那么不仅需要从三个维度来进行这种健康传播的思考，那么还需要媒体去改进这种健康传播的素养，那么政府机构呢相对应的也要去改进自己的管理体系。那么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除了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去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素养。那么比较关键的两个路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来分辨假信息的套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辨识，提高自己辨识信息的这个本领。那么右图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网友总结的 UC 震惊部的内部教材，央视曝光震惊国人，惊天秘密看后惊呆。大家可以看出来这种使用非常强烈的这种四字语气呢，其实就是我网友所总结出来这种假信息的套路。大家呢就可以把这种套路认熟之后啊，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使他们少上这种假的这种夸大的信息的这种当。那么其次呢对于健康传播，我们这个领域呢也有专门的一种工具包，我们叫做媒体医生。在这里呢将介绍给大家去思考，为大家带来就是如何去辨别去思考这种健康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套被称为媒体工具包的新闻报道评价标准，它是由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健康传播专家开发的。那么结合我国医疗新进展类报道的特点呢，我们来进行了一些改编。那么读者呢或者是听众可以对照以下的问题来阅读此类的报道，并尝试补充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六个问题。第一个，这是一种新的疗法吗？那么第二个，那么这种疗法能达到怎样的效果？第三个，这种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证实了吗？那么第四个，这种疗法有什么危害？其次思考，我需要这种疗法吗？如果需要，能获得吗？那么第六个就是报道的信息来源可靠吗？那么我们结合一下双方联的这次的报道来为大家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些分析。首先第一个，对于双黄连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疗法吗？其实双黄连口服液已经是一种上市的药物，但是新发现了它对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这种作用。那么这种疗法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他说是有抑制作用。那么这种安全性有效性得到证实了吗？它进展到哪一步了？是否有数据去支持它？是哪个层面的研究和试验，还是只是援引其他新闻的报道？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新药在上市之前必须要经过动物试验，包括细胞试验、活体动物试验、临床试验审批和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人体试验。
那么在临床证实验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之前呢，我们都无法判断某个药物用于人体的这种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对于双黄连的报道来说，文中提供的证据其实是不明确的，只说了初步发现，中医认为，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和已开展临床研究，所以只是说明应用于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有得到证实。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思考这种疗法有什么危害。双黄连口服液的不良反应没有在我们当时的这个报道之中提及，但是我们自己呢可以查到到有关的信息。那么第五个，我需要这种疗法了，如果需要能获得吗？其实我们思考的一下呢，它可能起到的是抑制作用，所以呢它不能帮助我们预防新冠肺炎，我不需要它。不过呢，这是一种可上市的药物，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引起风险，就是说它的可接近性，我们对这种药物非常的熟悉，但是呢我们对于它其中的功能却不明确。那么最后来说，这种报道的来源可靠吗？信息来源里的研究团队是否是有一些利益无关，是否有这种与利益无关的行业专家呢？可以看出当时双黄连的这个报道呢，它是有明确的信息来源，但是缺乏利益无关方的这个一样的评价。那么上述的这个六个问题呢，其实乍一看非常的复杂，可能呢我们无法就是面对一个健康信息的传播，健康信息呢就去思考起这六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听了这节课之后呢，大家记住一些思路，就是在面对一个涉及到我们自身健康安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同时，这个信息时，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这些信息是具有着哪些我们值得商榷这个内容。对于这种疗法，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以及我是否需要这个报道，是否值得我信任，可能就从这几个简单的角度呢，为大家铺设一种思路，从而去辨别今后所遇到的这种健康信息。那么经过这堂课呢，其实我们讲的内容也并不复杂，主要是分了第一个，就是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信息瘟疫，什么是我们这场新冠疫情之中所说的信息的流行病。那么其二呢，就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学科什么是健康传播，我们在研究什么，以及用健康传播这种研究框架去如何解读新冠疫情之中的一些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做引用一些胡勇老师对于信息瘟疫的一个总结。那么胡勇老师呢在文章里也是这样说的，为这样利益而生的信息流行病不会像病毒那样致人危险，而是通过虚假或者有害的思想去感染公共话语，而令公民更加难以确定真相并追究责任。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位合格的数字公民都有责任使自己免受信息流行病的侵袭，提高公共话语的质量，并改变造成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环境。那么在今天呢，这些变得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无法管理风险社会。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健康传播这个视角，为大家去提供这种信息的素养，去帮助大家今后如何更好的去促进这种信息的自由的、健康的、有益的流动，从而更好的使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风险社会。那么这就是本期第一课的一些健康传播的内容，主要的关注的角度呢是这次新冠疫情。那么在下节课之中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健康传播。在下堂课之中呢，我们将介绍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健康传播的理论，像我们所说的平行拓展理论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在这个理论呢，我们将介绍之中健康传播中恐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用这些健康的信息去吓唬你有用吗，以及我们将分几个案例来进行阐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家族群的这种健康谣言传播是成功的，以及我们使用这种 Keep 的健身软件真的能帮你 Keep 住吗，以及微博上你为什么恐婚恐育了。关于这些以这种健康日常健康话题的研究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带入这种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来帮助你理解这种健康的传播的现象。那么最后呢，在课程结尾我们可能会介绍一些书籍以及资源的推荐，
那么帮助有对于健康传播有兴趣的大家去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本期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十分感谢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呢来观看这场北大新思堂的一个网络讲座。那么期待呢与大家分享更多有益有趣的健康知识，谢谢大家。